Mars Console Gamer. Games and hardware and art. 快，巧玲，劫机就在前面。 凶兽真是越来越猖狂了，巧玲，没受伤吧？嗯，凶兽跑得再快，也没有我的巧玲飞得快。<笑>好了啦，今天辛苦你喽，回去多喂你几颗灵果吃。 穿过这片树林，就是平西村了。昏迷树门前，可以先去村里逛逛。嗯，有什么东西？ 是妖怪，怎么回事？这里明明在防护法阵内，不能让妖怪侵入村子。 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，为何如此暴力？这是发光的果子，似乎蕴含很强的灵力，是某种灵果吗？ 见过这种果子，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？光变亮了，总觉得好香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迷迷糊糊地咬下去了？这果子来路不明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还好没咬破，这果子定非凡物。 还是带回去，让爷爷鉴定一下吧。哎，大舅，气疗术。 Thank you.
凶兽老不出，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，所以才这么热闹。正好有封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。多绣几幅给小张子买糖吃。青叔回来啦。你跑什么？有凶兽追你吗？天气也不错，很适合和爷爷一起喝一杯茶呢。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彭大叔似乎不在。